哦，拿了一遍两遍的位置，趁人多的时候就偷拿了，又再拿第二次，又下手了，第三次。然后拿四遍了。本所辖区啊，县西乡温仔渔港鱼市场，昨日早上10点时啊，发生一件渔获遭窃案啊。案经本所同仁啊，受理报案后啊，立即调阅周遭的监视器画面啊，发现有一名女子啊，疑似趁店家不注意之际啊，以徒手的方式行窃渔获啊。且经扩大追查、啊，发现有4间店家遭窃啊，损失金额约20000元啊。本所已锁定特定犯嫌啊，那后续将积极查缉档案。和美分局啊，在此呼吁啊，眼光将近啊，民众至人潮拥挤的市场鱼市场采买年货时啊，应注意啊，财物不要露白。若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士啊，或遭窃情事啊，应立即报案，以维护财产安全。